哎呀，不要了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喝杯酒啊！来，那赶快把酒干了。你先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这些都过期了，得销毁。不要烧了！我命令你不要烧了！说什么？你命令我？你吃错药了！这是我的办公室。应该说，这里曾经是你的办公室，不过现在已经是我的了。韩冰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我刚刚接到委任，我现在是第七组的组长，你是我的组员。以后要听我的命令。组长，组长，知道吗？老子杀过的人比你睡过的还多。组长，你他妈也配！再口出狂言，我毙了你！这儿崩崩了，啪！一枪致命，来来，崩了崩了！混账！这职就这副德行，就该撤你的职，你他妈根本就不配当组长！在我手底下干活很不容易的，我的要求很高，非常高，明白吗？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，怎么了？他是共产党吗？这个人最近一直游走在苏中和上海地区，应该在为共产党新四军购置军火，我们要干掉他。四军？新四军不是在打日本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去上海。我不去。不要这样跟我说话，我不喜欢。快点。
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中统出身的阿文小姐是从来不和我们军统的人打交道。你惹我的宝贝生气了，我当然得找你。是他惹我。韩冰他老是来找我漱口，这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漱口？他升了职，我降了职，他还诉苦。他已经爬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了，他还诉苦，让我不去跳海。哼，你怎么连丁点君子风度都没有？行了行了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你就不要管那么多。好啊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管。你们在执行杀老 K 任务的时候，处处给人着了先机。你是不是肯定军统里面有内鬼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不是肯定，我只是怀疑。我也没有说是军统的人，我只是说我们之中可能有内鬼。我们？这个我们指的是谁？军统、中统、军部，甚至委座身边的人都有可能。我听韩冰说煤机关的人已经怀疑了他的身份，我想知道你怀疑这是谁吗？阿文，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只是一个教官，又不是内部调查组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韩冰他有一些不懂的事情就会过来请教请教，我只是善意的帮他出出主意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他来问你，你再来问我，这圈子绕得太大了。再说了，我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小小的一个组员，人微言轻，我的话有人听吗？韩冰想知道什么的话，你让他自己来问我。他是想杀人灭口吗？不可能，我当时在现场是亲眼所见。当时我们以为对面的狙击手可能是煤机关的人，没想到是军统的同僚。一旦有怀疑就不能不了了之。你什么时候动身去杀？要当心。但不管这个人是中统的还是军统的，都要把这个内鬼揪出来。放心吧，我有了消息第一个会通知你的。松田阁下，那批货已经装箱完毕，可是装箱的那些人不能让消息传出去。可当众日本人增加两倍抚恤金，我已经得到密报了，那艘船已经离开菲律宾，等到了上海就将货装上去。是。刚刚接到上头的指示，派你去上海做一项重要的任务。这里面是任务的内容。这人是谁呀？汪延松，共党的特工。为什么要对付同胞？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我们应该去对付日本人啊。这是命令。难道你还想挑任务去做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你现在是中统的明星了，要做好每一件事情。明白。这次去上海，我就不能在身边保护你了。万事小心。家人会得到双倍的补血金。这是一封绝密的情报，请尽快交给党的领导。好，通知方岩松，他已经让中统盯上了，让他立即撤退。行，你有信心。你好，你好，麻烦开个房间。是夫妻吗？是。
是谁泄的密？师傅，跟着前面那辆车。 在这里行动应该很安全。只是日本人的地方，还是小心一点。怎么你怕了？你是组长，你都不怕，我无所谓。就是那个楼上比较好，鱼，我看一下。就到了。哎，小心一点。 怎么样？对面有一男一女，他们在做一件事情，你猜是什么？给你个提示，他们在做我们俩也很喜欢做的事。哦，那个女的在打那个男的吗？说什么？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我打你，你还不还手。 你没收到我口讯吗？你还不走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是来销毁证据的。你这动作也太慢了吧！我想，中统的特工不会这么快就到了。已经到了。中统派来抓你的人就是我。这里已经暴露了，赶快转移。
难道走漏了风声？我们共产党的特工不好对付。他们虽然撤离了这个点，不过只要他们在上海还有活动，就一定不能没有资金。没错。所以只要查出他们的资金流向，找到他们并不难。不是说好了去搜集情报的吗？怎么又来挑衣服？不换件衣服，怎么也要？你是组长，你付钱啊？别说，你小子穿白色的西装还真好看啊，怪不得叫银狐呢。去交。再来一份清酒。啊。来，喝杯。来，来，陈经理。嗯，好。周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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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就是墨龙俱乐部，其实就是个变相的赌场。哈哈，赢了。这里的老板叫 Richard， 是个英国人，他跟很多国家的三教九流、富商巨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那我们能得到什么？赌场现金流量是非常大的，很多见不得光的钱都是在这里寻找出路。中间先生，啊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的贵宾顺序完了，先生，韩冰，我们去那桌。啊。别那么快走，先反起手。今天宋先生您说的钱全部算我的。你当我是要饭的？周先生，对不起，周先生。小琪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不是你问的，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。为什么？这也不是你问的。有那么严重吗？相当严重。好吧。越快越好。雅琪，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？暂时不能见面，我先走。你坐在这儿，等我走了10分钟以后再离开这儿。
那个姓方的共产党特工呢？啊，已经找人去调查了。他在本市开了一个洋行，叫做三和。人呢？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撤走了。赵康军，你为什么老是慢一步？赵康军，看来是要加把劲了。是。谁？是我。咱们不是说好不见面吗？梅机关和七十六号的人都在抓我，到处都很危险，只有你这里是安全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跟踪我？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。那不行。既然这样，我马上离开。等等，要不你先在这儿住一晚上。这下还真的给你添麻烦了。我知道你很难，我也想真的帮助你，所以我想知道。别问了，我也不会回答你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早点休息吧。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小心点。早点还有午饭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哪儿也不要去，在这儿等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您这儿有同信号的普洱吗？有，在里边，您自己看吧。帮我发个消息给贺组长，三和洋行的联络点已经撤走了，方岩松下落不明。下午好，谢谢你。您慢点。
冬天马上要出去，具体去哪不知道。只是说不要把公司知道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晚上在张会里头，我会把看到的事情都告诉你，再告诉总监，你这些游戏。不用跟着，在这儿等。你的鞋在哪里？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你，为什么？有重庆的人到上海，想把我揪出来，所以不能见。这我不管。老 K 的事，我相信我们里面有人不忠诚，你要尽快的查出来。好，我查清楚以后告诉你，暂时不要联络我了。告诉何组长，内鬼就是银狐。你听到了吗？有人吗？
方岩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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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谁？谁知道？立即上报。来卖报，来卖报，来卖报，来又来，来卖报，来卖报。